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禅语，听君一席话，从此风水不求人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六十年难遇，就在明天十一月二十二号，小雪起床后赶紧去做一件事，再倒霉也能逆天改命。一起来听，冉冉流年，小雪催，翻书过日，星悠哉。 转眼间，小雪节气将至。小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个节气，冬季的第二个节气。此时太阳到达黄经二百四十度，光照强度减弱，冷空气开始变得频繁，气温开始下降，降水也开始增加。尤其是北方地区，最低气温已经来到零度以下。不过，小雪节气并不意味着会下雪。 只是说，随着小雪节气的到来，降水的形式也会从雨逐渐转变为雪。而且，由于地表温度尚未足够低，即便有雪降落，也可能很快就化了，甚至看不到。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十月中，雨下而为寒气所薄，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成之辞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时节，雨下逐渐凝而为雪。 而雪尚未达到盛大的程度，只是刚刚开始降雪。此外，古人眼中的小雪节气也有三候，分别是：一候红藏不见，二候天气上升，地气下降，三候闭塞而成冬。意思是说雨，雨凝结成雪，无法看到彩虹；天空中的阳气上升，地中的阴气下降，万物进入沉寂状态。这也标志着冬天的正式到来。 而且小雪节气到来后，各地开始刮起西北风，黄河以北地区大概率会出现初雪。而且南方江淮地区也开始进入初冬模式，正如诗词写的那样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,有傲霜枝。”另外，小雪节气期间，农事活动也开始减少，除了农田整地、果树修剪、蔬菜储藏外。 几乎就没有大的农事活动了。小雪节气过后，阳气上升，阴气下降，阴阳不交，万物收藏，天地归位，各路神灵也就各安天命，好好过冬了。别忘了祈求祖先神灵继续保佑自己平安过冬，来年万事顺遂。要祈求祖宗保佑的，记得抓住这最后的机缘了。不懂如何祭拜的，可观看我之前的影片。 在民间还一直有“小雪在尾，冻死老牛”的说法。那么这句话是何意？有何预兆？今年小雪在何时？了解下“小雪在尾，冻死老牛”。首先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小雪节气在农历月份的下旬，那么这一年的冬季将会非常寒冷，甚至会冷到连耕地的老牛都被冻死。这是因为小雪节气是二十四节气之一。 标志着降雪的开始。如果这个节气出现在了寒月的末尾，就说明今年的冬天冷得早，雨雪多，整个冬季都将处于寒冷的状态。这句农谚虽然有点夸张，也强调了小雪节气在冬季寒冷程度中的重要性。而对于这一说法而言，民间其实早已流传了很多谚语，都能解释这一观点。具体如下：小雪在月尾。 寒冷到年边，小雪十月尾，冬雪埋过腿，小雪十月末，雪盖稻草垛等，这些农谚都是表达了。如果小雪节气在寒月下旬，那么今年冬天的雨雪就会非常多，天气也会非常冷。那么今年小雪在何时？根据历法显示，今年的小雪节气出现在公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三点五十六分。 此时正值农历的十月二十二，也就是寒月尾。这样一来，今年冬天大概率就会非常冷，很可能是个冷冬，需要大家提前做好御寒保暖准备。不过，冷冬对于庄稼生长是有好处的，这也预示着来年可能是个丰收年。一小雪节六习俗，莫忘记一吃糍粑糍粑，也就是将糯米捣碎后制作的食材。 这一美食传承悠久，为南方地区的节日祭品。最早时，百姓将其用来祭祀牛神，但因糍粑口感独特，质地柔软细腻，软糯香甜，深受百姓们喜爱，逐步演变成为街头小吃。糍粑沾上红糖，拉着丝吃起来更感香甜，备受欢迎。当然，糍粑除了有糯米馅的。 也有小米、玉米等原料混合制作而成，其口感各异。关于小雪吃糍粑的习俗，有一段民间传说：相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举兵伐吴，围困都城之时，天正下着小雪，百姓们没有食物可吃，他们想起来吴国都城是伍子胥由糯米压制而成的砖石，纷纷将城墙扒开。 取出砖石，重新蒸煮食用，由此才没饿着肚子。这之后，江南百姓们制作成了砖石一样的糍粑，且在小雪节气时品尝，以怀念伍子胥。二腌制腊肉、寒菜。小雪节气后，北方已很难看到绿色蔬菜，百姓们为了能够解决吃饭问题，将猪肉、蔬菜制作成可耐保存的腊肉、寒菜。 南方一带流行腊肉、香肠等的腌制，而小雪节气时，南方气温降低，正是腌肉的好季节，不用担心肉类变坏。在南方很多地区，小雪节气都有杀猪宰羊的习俗，再将各种肉类放在缸，放上花椒、桂皮等香料腌制，腌上一段时间后，再用火熏烤，如此就成腊肉、腌寒菜，主要在北方流行。 人们将刚收获不久芥菜、萝卜清洗干净，再放上盐巴等进行腌制，要不了多久就可下饭食用。三吃黑色食物，仗所谓“逢冬补黑”。古人认为，冬天需要多吃上一些黑色的食材，可以补足肾气，可抵御寒冬带来的吹袭，特别是女性和老人，冬天更要多吃上黑色食物，像生活中常见的黑色食物。 包括黑米、黑木耳、黑芝麻、黑豆，其中黑米、黑豆可烧粥食用，黑木耳、黑芝麻可当作配菜辅助食用。冬天也是吃羊肉的好季节，此时多吃上羊肉，可暖身驱寒，也可增加营养。在烹饪时，可在羊肉汤里加上黑豆，吃起来暖洋洋的。四晒鱼干，每到小雪节气时。 台南一带的渔民，家家户户都会晒上鱼干，储备过冬的粮食。原来小雪前后，台湾海峡将迎来一大群鱼，有乌鱼群、旗鱼群、鲨鱼群，渔民就会趁机在此时下网捕捞，再将鱼进行处理晒干。晒鱼干时，尽量选择大点的鱼，去掉鱼鳞，将鱼从中间开片，再去掉内脏，清洗干净后，及时控干水分。 这样后期不会坏掉。紧接着，将调配好的大料涂抹在鱼身之上，再将其放入大号的容器之中，放在阴凉处保存。待到十天后，就可将鱼挂在阴凉处通风保存。一般春节前后就可取下来食用。五吃泡汤，小雪节气时，土家族开始盛行杀年猪、腌腊肉，而在杀猪当天。 百姓们举行吃刨汤的活动，也就是将新鲜的猪肉、猪肺、猪血等制作成美味的汤食。此时的猪刚被宰杀，肉块还没完全僵硬，吃起来热乎乎、软绵绵,绵的口感比不错。再加上各种香料调制，就可吃上热气腾腾的刨汤火锅。六酿酒，中国人自古就爱喝酒，不管是达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。 几乎都无酒不欢，而酿酒也就成为重要的民事活动。古代酒除了饮用外，也是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年末将至，各种祭祀活动即将展开，正是用酒的高峰期。大家都会在小雪节气时酿酒，以备使用。浙江安吉平湖长兴一带至今仍有小雪酿酒的习俗。据说这个季节当地的泉水十分清澈。 酿出来的酒醇厚清香，备受喜爱。江南一带酿的多是黄酒，也就是用糯米和红酒曲发酵制作而成。而此时气温降低，糯米在水中不会变质，黄酒可缓慢发酵，避免酒质变酸，且春节前就可拿出来饮用。二、如何在小雪招好运？第一招：盐灯开运暖宅法。在小雪这天，于家中摆放盐灯。 不仅带来温暖的氛围，还能注意家中运势，提升安稳感。盐灯的柔和光线有助于平衡气场，稳定情绪，让人感到舒适。建议摆放在家中较长活动的区域，如客厅或书房，让整体气场更加和顺，亦有助增强健康运。第二招：黑色食物补运法。小雪属五行中的水。 适合多吃黑色食物来补肾防寒，提升开运效果。黑豆、紫米、黑木耳等皆是优良选择，不仅能增强免疫力，还象征吸引财富与能量。将这些食材融入日常饮食中，既符合养生之道，又为运势注入好气场。第三招，方位贵人灵水法，小雪当天可在办公室或家中的正西、西南、正北。 方放置一杯干净的饮用水，用透明玻璃杯装八分满，此杯水可静置一晚，次日倒掉即能增强贵人运。对于谈合作或商业运作的人，特别有帮助。此法接通方位灵气，帮助化解困难，提升人际与贵人支持。三小学五忌讳要牢记，一忌理发。很多人好奇，正月不宜理发。 小雪节气难道也有这个规定吗？其实寒冬开始，气温下降快，特别是小雪之后，可能会瞬间大降温。此时理发可能会导致头部不适应外界环境，暴露出来，体质差的可能会头疼发烧。因此，古人认为可等上一段时间，待头部适应低温环境后再理发更好。如果真要这个时候理发， 那可戴上帽子御寒保暖，过段时间可摘下。二季露脚露腰。小雪节气后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已非常寒冷，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，室外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。此时北风吹袭，寒风刺骨。如果不保暖好身体，寒风可能会入骨，时间长了会有关节炎等症状。特别是女性，此时尽量别再露脚露腰。 很容易会出毛病。三季晚睡早起。小雪节气后，温差比较大，夜间气温非常低，且时间延长。在民间看来，冬天夜间阴气重且湿寒，对人体不是太好。大家早睡早起，别熬夜。如果凌晨才入睡，可能会导致阳气大量流失，对人的健康不利。四季勤洗澡。很多人对个人卫生比较注重。 一天不洗澡就浑身不舒服，特别是夏天时，恨不得早中晚都洗上一遍澡。不过冬天时气温明显下滑，此时频繁洗澡不是好事。虽然洗澡时很舒服，可洗完后身体降温快，如果没做好保暖工作，很容易会引发感冒。因此，冬天可二至三天洗一次澡，且要注意保暖，多穿衣物。 五忌吃生冷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凉东西，如冰镇饮料、啤酒等。可小雪节气，人体消化能减弱，此时不宜多吃生冷食材，不然脾胃可能会受影响，引发腹泻等症状。除了习俗外，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，小雪节气也有一些禁忌不能做，或者说不建议做的事。下面说的这四点禁忌，希望大家注意避免。 有些也是民间流传的观点，老祖宗的话存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禁忌一季紧闭门窗。小雪节气到来以后，多地出现明显的降温，尤其是北方地区降温比较明显，部分地区已开始供暖。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，土炕早已烧上，寒冷天气下，大家都不愿意开门窗。 好不容易屋里才暖和一会打开门窗以后，热气都跑了。所以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室内的温度，很少会开门窗。这样做虽然屋里暖和了，但是由于屋内空气长时间不流通，很容易导致疾病的出现，比如呼吸道相关的疾病，或者有一人感冒后，也会引起其他家人的感冒，这都是长时间不开窗所导致的。 因此，小雪过后，即使外面的温度再冷，也要适时的进行开窗透风。禁忌二忌早起锻炼。这里说的早起有两个意思：其一，起床过早，比如四至五点就起床锻炼；其二，针对老年人来说，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早上不建议过早锻炼，建议在日出后或者午后进行锻炼。小雪过后。 温度持续降低，多地进入到零度以下。如果起床过早锻炼，室外温度过低，锻炼后容易出汗，形成温差较大的情况，容易导致生病。而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更加不提倡过早起床锻炼，主要是心脏问题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可能后悔都来不及。因此，这些人群如果想锻炼， 可以等到日出后或者午后进行。近忌三季盲目进补小雪以后，由于温度持续下降，部分朋友会通过避寒就温来养生，通过食补来抵御寒冷，比如吃羊肉、牛肉、鲢鱼等食品，或者黑木耳、黑芝麻、桑葚等来恢复身体的热量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都是没问题的，也是提倡大家这样做的。但是，什么都是适量为好。 有些人借此机会大吃大喝，名义上是避寒就温，其实盲目进补不仅起不到养生的作用，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。肥胖不说，导致肠胃不适就很难受了。禁忌四季早睡早起，从养生方面来说，小雪节气之后，起居调养切记养藏阳气。习惯上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，这句话没错。 但是进入到小雪节气之后，就需要早睡晚起了。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这样才有利于阳气潜藏、阴经蓄积。建议等太阳升起再起床。不过，从现实上班族的实际情况来看，晚起难度较大，毕竟还要上班，需要早起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只能提前早睡了。 切记晚睡早起，睡眠时间不足容易消耗阳气，造成身体不适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，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，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